学、钢铁人跟十四，上面架上真的不多啊，只剩两个十四，但他可能还剩两个十四。要不是在打完。哦，有宝卡哎！来，这退色还是蛮好用的，不要买那么多。再回来第二次，想都看看，结果都没了，都没了，什么没？实体，我觉得超可爱，又很潮。这是夹娃娃机限定版，那是镀金的那种感觉的三眼怪。还有一些闪电霹雳车，潮玩。哇，是那么大只哦，很大只的实体感觉，你看我的手超小的。帅，我没夹。按摩，史迪奇，现在开始有一些中动钢铁人，数量感觉蛮足的。这里还有一些吊牌，都是一些经典人物。哎，眼怪，还有一些哈特里斯，好多只的波奇塔。今天是礼拜五，台风假刚过，人山人海。哇，这个之前我没有看过的盒玩，这个好像是可以叠叠的，哦，好可爱，可以叠成一个三明治的感觉，我感觉是鲔鱼三明治。哦，这盒玩很可爱，这也是盲盒类的。那就是软的，超舒服。是啊、哦，舒压公仔。真的，然后它有这个，这是纸盒吗？哦，对，硬纸盒，做一个这种包子、小笼包那种盒子的感觉。小灿，之前好像香港很流行，台湾好像比较还好一点。它有很多种款式，这个是八大纸。唐老鸭款的那种泡泡系列的感觉，哦，对啊，这个是 Sub Studio 的米老，不是米老鼠了，我讲错了，是那个杰瑞。哎，这个 Arity 也有哎，圣诞节款，这两个都有。这个是之前开箱的那个可以放一些文具用品的。哦，这个我记得是笔筒，磁铁，它是对，这个是磁铁，反正它都有一些功能的。嗯，它换过造型磁铁，它其实就是可以夹一些东西，会吸在冰箱上面。哎，披萨，披萨新手，不管是这样吗？然后，原来它外观长这样。哦，是哦，它是怎样？可以躺吗？枕头吗？它好像就是故意设计这种包在里面的。哦，是哦，感觉像枕头哎。然后里面有那种公仔的，因为它很有气泡感，好酷哦！这可以拿出来吗？如果你要拿到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，只是它。我觉得其实它还是里面是卖里面的东西啦，就是但是你要舍得把它打开来的，因为它里面你看还有那个叫做硬壳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透明硬壳，真的好酷、哦，蛮有创意的。这我一看到就觉得。蛮可爱的，这是。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以为它写雷耶，对啊，红雷的雷。其实是富狼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招财猫，这个呼呼系列我觉得越出越好。还有这个，而且它这个是这个，好像是只有现场才限定的、哦。还有其他的唐老鸭、米奇，这个是 SHF 真骨雕。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公仔，
完蛋。二题，你看这个是电视哎，好酷啊！哎，真的哎，里面是那个、是超能力霸王吧？对，它不对，首先是超异象之谜。对，就是超能力霸王里面的一个怪物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印象。然后它是做一个这样子，眼睛在里面的啊，它在电视里面播放的感觉。哎，那很有趣。如果说它做一个对打，然后盒子也是这样吗？也蛮酷的。那我万代的它。很多 Lucky， 这尸体真的蛮可爱的。很多可以给你抽盲盒，有各式各样的盲盒，可爱啊！很多人来买咒术回战的东西，别针啊，或者是一小物，亚克力架等等，荷叶针系列。翻拍看，可是他的衣服很白哎，哦，有两种哦，限量版，白色是限量的，限量版哦，要蛮大力的。旁边这个已经亮了，那实际上的话是这个比较亮一点，这个是原本完全没亮的，对，但真正亮起来的话这个比较亮啊，这个对啊，它就差不多这样哎，比较暗一点点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。蓝色监狱，它的东西超好的，还有这种，刚刚原本这边有哈特里斯吗？现场都没有，连这个标签都直接撕掉，尸骨无存呢、啊。近期很夯的怪兽八号，小月灯是一定要，小月灯很好看。还有这个怪兽的手套，